빨리 가! 你拿下来吧。 小子，啊！你们几个特特起来，着急不得了，跑得比兔子还快呢！你还算什么呢？我一直在琢磨，你这个腿到底瘸没瘸？跑得可能跑得还那么快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个傻子！话多。快开枪！快追上他们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前面有两个白种子，摸上来真杀了我们！快，二哥！我拿相机。 拿我枪，枪！打枪的时候，想尽一切办法找个阵脚。来，好，现在已经在400米外，有风，你瞄他右手两个身位，打他头顶的半个身高。
我给你加到保险。 今天这枪又开张了，34，35，送你的。我知道，那枪是你打的。男人那边还在打。 命令，不能外里的敌人包括突击舰。让船长放心，咱得保证完成任务。站！队长，来不及了！人数至少是我们三倍，我们要完成总攻了。所有人，准备战斗！ 连长，是我们安排的任务，班的几个人不行。连长，你总这么说，那就真不行了。 我们的任务西南方阵地，记住，能打就打，打不过立刻交支援，听明白没有？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让余亚明带你去。记住，打不过立刻交支援。出了事情你要负责任。是，我负责。还有，怎么给跑了？站长，站长，我们几个都要散。 二光，白骨子人太多，确实没法打呀。小心！哎，二光，你要干什么？跟他们拼了！别跟他们拼了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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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